Welcome to Alpha, the city of a thousand planets. After centurie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an unknown force wants to destroy all we have created. Agents Valerian and Laureline, you have less than 10 hours to find the threat and eliminate it. Let's get to work. History is on the march.好啦，咁嚟到第二節返嚟啦，頭先講完套三級片報告老師怪怪怪怪物啦。咁、好啦，嚟家呢一套呢係2A 定 2B 級，我唔記得咗。唔知 2A 2B 冇乜所謂。都唔記得，因為我都冇睇到。係啊，你知冇睇係啊。係啊，咁呢套呢其實講緊就係諾比桑啦，咁即係曾經拍過這個殺手不太冷同埋夜海傾情呢啲經典電影嘅導演嘅新戲啦，叫星際特工。星際特工千星之城。唔好意思啊，真係唔知有副題嘅。係啦，咁呢套戲又講啲乜嘢你睇咗喎？嗱，呢套戲咧，好老實講，咁我講少少背景咁啦，因為佢點解咁好似好紅咁樣咧？就係、是、佢係法國史上最高製作費嘅電影啦。即係而家乜都係最高噶啦。佢真係嘅，咁佢用咗成2億美金去拍嘅就話。咁同埋因為佢冇任何大片廠咧，冇啲咩 Universal 啊、Fox 嗰啲支持啦，佢真係佢自己去揾啲籌集資金啊，算係即係網上啲人話係史上最貴嘅一套獨立電影嚟嘅。独立电影嚟嘅系啊，独立电影嚟噶。咁佢自己系筹集咗好多资金，就拍咗一套咁嘅嘢出嚟咯。咁嘅嘢啊！咁嗱，好老实讲啦，佢大即系电影公司都大卖嗰个特技效果同 3D 效果咧。佢话可以媲美阿凡达，就俾唔媲美都系见仁见智。但系我觉得真系好正嘅，系讲技术层面真系好正啦。咁如果大家有睇过阿诺比桑第五元素啦，即系佢当年玩呢啲特技。已经玩到出神入化噶啦，中意我中意其实第五元素 OK 噶，佢其实呢一套有一幕都几似第五元素，有一幕阿布斯威利斯架的士追逐嗰幕，呢套都有少少似嗰幕嘅，咁拍出嚟都几紧凑啦，同埋佢嗰个画面系超靓嘅，因为我喺又一城嘅细院度睇，我觉得有少少嘥嘅，如果斋睇画面嚟讲有少少嘥，因为佢差唔多140分钟长啦，佢真系咁长，系啊，两个几钟都差唔多。我谂隔一两分钟就有一幕大场面。但你话咁嘅嘢，我有冇瞓着啊？咁又冇，因为佢啲画面真系好正，同埋佢啲 3D 嗰个景深效果做得好好，同埋即系佢，你会感觉好似好似喺啲 film park 入面玩嗰啲 Y 咁样，因为佢差唔多大部分动作场面都系喺度系咁飞啊，系咁跑啊，哇啲系我吹冷气嘅，系嗰度系吹冷气冇压力嘅，所以即系我个 page 上面有啲读者都喺度话喂。点解香港一套 2D 都冇嘅？全香港全部全 3D 喎，全 3D 啊？系啊，全 3D。咁嗱，即系呢套戏，我后面会再讲啦。真系其他就冇乜卖点嘅。咁但系 3D， 如果你真系想睇视觉效果，呢套真系睇 3D 绝对冇昆离，系坚嘅。啲 3D 系好正嘅。咁再一次都系阿诺比桑玩呢啲咁嘅大型视觉效果啦，系成功嘅，我觉得。咁你话比唔比得上阿凡达就？数数啦，咁你俾唔俾得翻第五元素先？哇，咁隔咗咁多年，唔系咁你隔咗咁多年，点都会有进步嘅。都成廿年前第五元素，啱啱好廿年前，系咯。咁因为我叫台湾都做过咩修复版型，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嗰阵时都谂下，廿年前可以拍到咁嘅效果，其实系好犀利。系啊，同埋我睇翻少资料咧，原来第五元素喺当年嚟讲，亦都系。喺当年非荷里活嘅最高制作费嘅电影嚟，叫第五元素，系啦。咁所以拍出嚟嗰个效果都系唔差嘅。今次佢所谓系要尽地一铺啊，今次掂就掂，唔掂就唔掂。佢不过系啦，不过系啦。咁不过咧，套戏咧其实啱啱喺美国开画啦，佢都扑直咗啦，扑到冚冚啊！系啦，开画票房得嗰1700多万啦，咁。
连猿人争霸战啊、蜘蛛侠啊都做咗，都仲高过系啊，两三个礼拜都仲高过去，咁啊更加唔好讲你冠军啊、邓球侠啊嗰啲，佢先至开挖得嗰第五位，我谂佢都真系要靠翻去法国本土啦，又或者伟大嘅中国市场啦。点解咧？因为系啊，点解又靠中国市场？因为一来呢套戏有中国资金啦，因为我睇啲报道就系其实中国资金都占咗好大部分嘅，因为佢吓你系啦，佢又自己真系要去不断系咁揾唔同嘅公司去同佢合作啦。咁其中有一间就同佢已经合作咗几套，之前阿 Lucy 啊嗰啲都有中国嗰个资金嘅。咁喺入边有吴亦凡喺度啦，系啦，有吴亦凡咁，吴亦凡咧，咁亦都有读者又问我，喂，吴亦凡个角色点咧？咁即系当然冇咁夸张啦，但我就复咗一句：咦，阿吴亦凡有出现过咩？咁我当然嘅系啦，啲唔似范冰冰嘅呢两句说话啦。咁多个范冰冰嘅，多个范冰冰嘅，咁佢真系纯粹为咗安插佢入去啦。咁而再一次咧，中国市场咧喺呢套戏入面嘅重要性都几高嘅，其实。点解咧？因为套戏讲千星之城啦。咁就我讲一讲故事背景啦、哦、就话去到未来呢就我都唔知道 几百年后啦，咁、嗯、因为地球又地球住唔到人啦，即係太多人，咁亦都要摆脱地球呢个地心嘅引力呢、嗯、就喺外太空起咗一个叫千星之城啦，咁、嗯、就好多初头就地球唔同国家啦，咁、嗯、渐渐就变咗就好多外星人啦，唔、嗯、同嘅星球嗰啲人都装咗咗千星之城，咁就即係你喺海报见到好多一大嚿嘢，嗯，系啊，嗰嚿嘢啦。哇，咁点解讲中国重要咧？咁因为呢个千星之城喺美国以外第一个同佢合作嘅咧就系中国嚟。哇，系啦，有一支中国国旗都飘。做盟军喎而家。系啦，咁呢个题外话啦。咁好啦，嚟到个故事重点咧就系、是，有一个星球就突然之间有啲叫做唔啲神秘嘅力量啦，咁、嗯、突然之间入侵咗佢哋，搞到佢差啲灭族咁样。嗯嗯。好啦，咁就完咗，呢个系。完咗引子嚟嘅啫，好啦，跟住男女主角咧，咁男女主角就系叫做星际特工啦，咁佢两个就系、是、维持叫做维持呢个宇宙嘅和平嗰类咁啦，我觉得感觉有少少似《星空奇遇记》嘅，即系佢系可能去唔同嘅星系啊，唔同嘅星球，可能去帮助嗰啲人啊，或者去处理一啲犯罪啊意外咁啦，咁、嗯、就。嗰班俾人滅族嗰班咁嘅外星人咧，就捉咗佢哋嗰個，你叫我唔記得將軍嗰類咁樣啦。咁、嗯、就講下男女主角啊，要一方面要保護將軍，要另一方面要去發掘下發生咩事啦。咁、嗯、個故事就長達140分鐘啦。咁好老實講，背後嗰個陰謀咧，就其實都冇乜陰謀噶啦。其實係最尾嗰場就係、是、班外星人同男女主角我以前點咁啊，講翻成件事出嚟。咁背后嗰个奸角系边个？其实都讲讲下嘅，你如果一路睇套戏，你都觉得呼之欲出噶啦。咁你系想玩出人意表定乜嘢咧？我又完全又唔觉。咁我自己感觉啦，140分钟嘅故事真系40分钟唔使可以讲完，系啦。所以咧就真系拖。分钟算乜特技嘅？一来特技啦，二来就想话都几搞笑。咁呢100分钟点样拖出嚟咧？就系讲啊。男女主角本身有少少互相 flirt 嚟 flirt 去咁啦，即系男即系你飞我飞你啊，又唔系即系男主角成日去叫做 flirt 女主角咁啊，听你结婚啊，咁女主角我唔中意你啊，我哋拍档嚟啊，咁点样嚟咧就喂开始咧就系男主角要叫做保护女主角啦，咁、嗯、去追逐另一个奸角嗰阵时咧，就神秘失踪咗啦。咁、嗯、女主角就揾佢啦。好啦，揾到佢啦。咁可能我哋继续执行任务啦。咁一拧转头啊，女主角又俾第二个人捉，又俾个外星人捉咗啊嘛。男主角又走去揾佢。咁其实佢俾其他外星人捉咗佢嗰个嗰、嗯、个过程，其实同个主线我觉得系冇关系，完全冇关系。咁、嗯、佢只不过可能因为呢个都系一个漫画改编嘅故事啦。咁、嗯、佢可能想藉住男主角揾下女主角，女主角又揾翻男主角呢个咁漫长嘅过程咧，就系表达佢一个世界观啦。咁能够 show 更加多嘅特技 ，show 更加多嘅动作场面俾你睇啦。咁、啊、正如我所讲，啲特技场面系真系好睇嘅。咁但系因为你个故事已经离题万丈，你都根本唔知佢讲到去咗边系。我睇嗰场系不断可能去厕所嘅，真系啦。啊，喂，咁头先所讲话套戏有中国资金啦，咁喺套戏入边有冇啲植入嘅元素喺度咧？植入嘅元素啊，又好庆幸好似冇，我留意唔到，应该就冇乜。系、哦、啦，呢、okay, 个就冇乜，咁都 OK。系啦，咁啊，系啦，咁搞一大轮就去搵嚟搵去，搵嚟搵去，咁最后终于搵到啦。好啦，咁就一齐去执行任务啦。
咁好啦，周鸿祎任务咁，最尾个重头戏你以为佢，其实我都唔想佢再打，因为我已经睇到都有四只眼花系啦。咁哦，原来就咁口述讲咗句秘密，哦，搞掂完场，拜拜。咁我会觉得系有少少失望。有冇遗啊？咁又冇嘅。哦 ，OK。咁讲到呢度啦，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一套迪士尼叫《John Carter》，系迪士尼蚀得最劲钱嘅其中一套嘅咩《二星争霸战尊卡达传奇》。我睇。咁嗰套又系。当年人就叫一啲系后阿凡达嘅电影啦，又系玩一啲唔同嘅一啲星球啊嗰类咁嘅戏啊，嗰套又系特技好好嘅，但系然后咧个故事又系不知所谓嘅，咁所以系啊，全部都系攞呢个特技嚟掩盖住呢个故事嘅一点。迪士尼就当年就扑到直一直啦，我睇完呢一套嘅感觉，我觉得佢好想去学《星空奇遇记》甚至《星球大战》啦，俾我嘅感觉就系呢个装卡达，系啊。咁啊，至于动作场面方面啦，我亦都觉得，正如头先所讲，喂，你为真系为咗铺啲特技啊，铺一啲制造紧张嘅场面，真系为打而打。我睇下系个画面系唔错嘅，咁但系你冇乜故事去包装，就几乎差啲变咗另一套变形金刚噶啦。咁当然呢套就好过变形金刚嘅。我变形金刚已经变咗不伦不类啦，而家变形金刚系完全冇故事，咁呢度都叫勉强有故事，但系我会觉得佢系离题万丈咯，成件事系。即系点解我会觉得呢套戏真系唔吸引我去睇呢、嗯、先睇完条 trailer 之后，觉得好似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啦，飞来飞去咁样打来打去，都唔知发生咩事。咁但系呢又见到就系话，你张海报已经唔吸引啦。系啊，将会你一张白色海报，头先所讲一个大头，一个天咩个千空之城咁样，千星之城系啦，系千空之城，系千星之城喺度，都唔想点嘅，即系有少少唔系冇乜意欲咯，吸引到。系啊，咁即系我都睇过一啲文章讲话，喂，点解套戏会扑到咁直咧？咁原来呢一个系一个法国漫画嚟，我唔肯定系咪法国啦，总之系一个漫画啦，就。都叫做唔知成五六十年代嗰啲漫画嚟嘅，咁冇乜人，即系可能都大家都唔系好熟悉呢一个故事啦，同埋佢呢个世界观，所以佢拍出嚟可能即系可能有少少限制嘅，会系，咁佢系话，因为阿洛比桑就自细都系睇住呢一个漫画，咁佢一直好想去拍出嚟，咁、哦、嚟到今时今日先至有呢一个技术，即系终于集到资啦，系啦，先至又拍到出嚟，咁。系咯，我除咗特技都真系几难嘢。因为真系你听完你所讲之后，因为其实以前睇洛比桑嘅戏，即系睇《这个七七不太冷》，或者系《夜海牵情》《堕落花》，即系呢啲扎电影，即系再可能后期少少有其他唔同嘅电影，即系就算 even《圣女贞德》，即系其实佢拍呢大场面啊，拍呢啲戏咧，其实佢真系系好睇嘅。系啊，佢玩技术系 OK， 系唔错嘅。即系咁，当然第五元素即系已经系一个叫做当年一个叫真系叫做一个实技电影的经典之一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哇！原来即系睇住佢啲电影咧，真系慢慢咁样回堂喎。同埋近年走去做监制，整咗一堆嗰啲咁嘅低成本动作片，即系可能早年啊，李连杰啊，的士速递啊，的士速递都仲 OK 啊，都系嘅，都系嘅。你《玩命快递》拍咗成三集四集都，但《玩命快递》系得头一集好睇啫嘛。系啦，同埋。你 Tikken 都系啦 ，Tikken 都第一集，即系阿九心九六小时都系九心九六啦，即系但系我唔知道做乜，以前好地地咁搞埋咁多嗰啲监制嗰啲戏都，系好多导演都系咁样嚟噶，系啊，所以直至 Lucy 啦，咁啊 Lucy 其实都 Lucy 我都麻麻地嘅啫 ，OK 啦，我玩大咗咯，系真系玩到有啲，即系佢又未到过火嘅，咁但系你又去唔翻佢以前，即系去唔到以前嗰个水准咯，系啊系啊，系啊，嗱讲完导演啦。喂，演员呢？演员哇，经典咧，你都要提一提呢、這个。咁啊，即系我自己可能都本身都唔系好中意女主角啊 ，Cara Delevingne 啊。咁本身咧，喂，佢咪好似系 model 嚟噶嘛？啊，佢系 model 咁 ，model 通常唔识做戏噶，唔识做戏。你有冇睇之前嗰作品先？哇，唔想睇啦，见到咁嘅样。之前系《纸上城市》啦，同埋《自杀特工》《超能部队》有佢啦。系啊，《自杀特工》我有睇。系啦，《自杀特工》佢扮个女巫扭嚟扭去，好多人睇。但系《自杀特工》好似我唔觉佢存在过咯。咪女巫咯，女巫就系咯。哦，或者啲人话佢成日饮尿喺度扭下扭下。系啦，咁睇完即系你睇完嗰两套咧，话点解呢个人可能佢？我唔好识无敌而家，可能 model 佢真系可以系好有 talent 好红嘅。咁、但系哇，你踩界特登话要嚟拍戏，仲要今次俾个第一女主角，之前都叫配角啦，即系第一女主角嚟。
都系纸上，纸上唔算，都唔系主角。佢系、okay, 女神嚟嘅嗰啲，即系男主角追不到的女神，佢都叫女神，即系男主角追不到的女神。咁真正嘅女主角唔系佢嚟嘅。OK OK， 明白。嚟到呢一套啊，俾你担正一个角色，咁好多评论话系佢重影以嚟最佳嘅作品啦。咁当然三套嘢系啦，因为唔系，仲有其他嘅，不过系啦。咁因为之前嗰啲作品实在太唔掂啦。咁嚟到今套，我会觉得喂，即系前嗰几套我成日喺度黑黑面、无口无面，今次终于识笑啦。但睇 trailer 嗰时都冇乜笑容嘅啫。少啲咯，都有嘅，都有嘅。咁、啊、哇，你睇住佢成套戏好似黑黑面咁样。同埋虽然话 model， 但其实我觉得个样好似有少少似男人。我记得嗰阵时睇咗啲唔系套戏嘅嘢啦，咁、可能有时杂志见到呢、這个 model 啦，系啦，咁但系即系好似冇乜吸引力咁样嘅，即系我唔知做戏会点样嘅啫。做戏都唔即系唔得咯，同埋讲埋佢嘅拍档啦，阿丁。达亨啊，心声靓仔，哇！上次嗰度约到命场啊，又约到命场，难顶，哇！难顶到啊！以前去做绿魔做啊，蜘蛛侠啊，系蜘蛛侠都唔系掂啦。咁我哋睇住佢两个，男嘅又唔掂，女嘅又唔掂，两个拍档起嚟完全冇火花。导演又唔掂，系啦。咁你两个完全冇火花，咁系你夹硬，即系讲佢两个系 flirt 嚟 flirt 去，你系表面叫做有啲啲，可能有啲啲笑位咁啦，但系系比较夹硬咯。佢哋两个系。完全都貌合神离咁，我觉得成套嘢系咁去到中后段，你仲可能要去有少少哇啲感情戏嘅发挥，你根本都揸唔出嗰样，我觉得真系唉，即系呢套嘢真系有啲吓、难搞嘅。但系评价都几两极嘅，都我见外国都真系有人大赞嘅，但系真系我无可否系啦，无可否认，如果你震。斋睇特技场面嚟讲，系真系冇得输嘅。呢一样我都真心要赞。同埋，如果你话系荷里活以外嘅一啲电脑特技场面，系比较少会睇到咁大型嘅作品啦。咁但系你冇一个故事去支撑都。都系有啲难度嘅，即系你要用特技，可能有啲观众系真系追求睇特技，咁但系如果要睇故事嘅观众，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可能睇故要注重睇故事嘅，演员冇故事嘅，咁啊即系完全可能冇话八四分钟，四十分钟死啦。系啊，所以真系八四分钟，其实我唔知喎，系入场先睇下，哇唔系嘛。唔系八四一百三，一百三十七定一百三十八分钟。我咁得计埋之前 trade 啦，咪八四咯。点会一个咁嘅故事可以拍到咁长咧？咁所以睇嗰阵时系会睇到少少游魂。嗯。啊，同埋啊，呢个题外话少少讲少少特技场面咧。咁、即系如我头先所讲啦，好多啲一啲极速飞行啊，咁嘅打斗场面。咁我同我朋友睇咧，即系大家都赞啲 3D 系真系好劲。佢会觉得系劲过头咧。晕啊！睇完系，因为我有几幕我真系睇到少少晕，你系变咗好似无止境咁，你望住个男主角，哇，系咁飞嚟飞去，系咁追，跟住可能架太空船俾人打落，系咁转，系咁转咧，哇！你啲 3D 系好劲，但系你设计到啲咁劲嘅画面咧，可能我老啦，我系睇到中间系有少少晕晕地，但不过就即系好少可有一套戏真系冇 2D 相真系。其实我未细心去查，但系因为我自己个网络读者都话喂。搞错，我想睇 2D， 我唔想睇下 3D 嘅卡华姐咁。咁卡得出啦嘛？咁就我话嗱，咁平心而论，一单还一单啦。如果睇 3D 咧，呢套都真系 OK 嘅。啊，但系只不过睇下女主角真系濑嘢啦，真系。系啦，咁啊，系啦，呢个星际特工就叫系今个礼拜一套大片啦。咁你听完我所讲，就你谂下。入唔入场啊？差唔多啦。因为嗱，如果两方面睇，你想睇特技咧系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想 over 咁睇咧，就祝君好运啦。尤其是卡华姐，我都要真系要，我会觉得明年呢个金草莓奖可能都但套戏会唔会先？套戏草莓应该就未必有啦。套戏就未必会有，但系男女主角都要攞呢个最差银幕拍档就呼之欲未到呼之欲未到呼之欲出嘅，咁我提名都可以俾一个佢啦。OK 啦，咁嗱，而家讲完呢套星际特工你认为可能差嘅戏啦，系啦。咁我哋睇下一节翻嚟睇下另外一套呢套我哋寻日大家一齐睇，啱啱寻日睇嘅系啦。咁睇下呢一套戏又系漫画改编嘅咁啱。
咁所以就听间大家点睇？可以小说，漫画小说，漫画好似漫画小说，漫画小说好似系，我记得有漫画，系啦，系啦，咁一阵间我哋翻嚟再讲啦。好。